大家好，我叫李浩森，501号，做过救生员，做过幕后代唱卡通片主题曲歌，咁参加过超级巨星一，做过电子工程，咁超级巨星一嘅自己觉得成绩唔系太好，或者表现系亦都唔系太好啦，咁所以想俾多次自己一次机会。好，嘟你啦，可以唱啊。OK， 系咩歌？这一个夜。好。前面可能要頭嗰六秒冇聲嘅。哦，我有第二隻手指，試下第二隻手指啊，係。好好，唔該。咁咪下一個先啦，你去嗰度處理咗呢個音樂，下一位啊。Hello， 係我叫李浩森，501号，咁係超級巨星第一屆嘅參賽者，咁我個人比較怕醜啦，咁少講嘢，同埋講嘢比較窒，咁我今次嚟係想俾多次機會自己，因為只有唱歌可以能夠抒發到我比較壓抑嘅情緒啦。超級巨星嗰陣時個成績係點啊？去到尾二個集啦，第五定第八之間附近，都好叻噶啦，都係幾理想嘅賽果，但係自己聽翻就覺得唔滿意咯。後屘有冇喺音樂再keep住發展？而家係轉啊，自從超級巨星一之後就轉咗教唱歌。哦，咁就另外而家上前兩年開始就係做一個講鬼靈異節目嘅網台嘅主持啊。哦，有趣有趣。Okay. 好啊，睇下今晚你有冇靈異嘅感覺先。今日唱咩歌？今日揀咗一首歌係林子祥嘅《這一個夜》。好 ，OK。好，我哋聽下。唔該。这一个夜，有一个人坐于窄巷，呆望门窗，两手皱着吉他歌唱，脚边一只破旧皮箱。这一个夜，那一个人。吉他线上藏着回响，我心已倦，却奔向前，跟他对唱，跟他去唱，为何仍然未关漆黑的空间？为何常常已何时才能习惯孤单的孤单？何时才富满空虚账单？这一个夜，我一个人凑巧过路，提着皮箱，我心已倦。却奔向前，跟他对唱，跟他去唱。Yeah！ 正啊，多谢。我觉
得你唱歌同埋你講嘢好唔同啊！你講嘢時候啱自己講好似好緊張，但你唱歌好放鬆，完全係兩個人，好中意。我係啦，即係正如我頭先所講，我係比較收埋自己，但係唱歌嘅時候，我就可以真正好似釋放到自己內心出嚟咁樣，所以好中意唱歌。好，個能量好好嘅嚇，個聲音好開通出嚟嘅。唱呢啲歌有時可以輕輕俾個聲音就 rock 少少，不過呢個係少少挑骨頭啫。中意，多謝，好。